第十五题，拨打手机时，每按一个按键大约需时0.5秒。假设你正坐在以时速72公里行驶的汽车内，那么在按一个按键的时间内，汽车行驶了多少公尺？我们这里给的时速是每小时72公里，最后问我们行驶多少公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单位的换算。我们的是每小时72公里，那么我们1公里是1000公尺，那么1小时有60分，1分钟有60秒，所以我们换出来呢有这么多秒，所以72乘以1000，下面是3600，那么这两个零消掉，36跟这个2消变成2。变成20，也就是我们的时速是每秒20公尺。我们时速每秒20公尺，我花的时间是0.5秒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走了10公尺。因此，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那么在按一个键的时间内，汽车行驶了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10。